这车已经是很好用的。因为你家里，你现在衣服，真的讲，哎呀，丢了，这买过丢了嘛？哎，现在衣服也是很爆的嘞，也是扒在这边又断，扒在这边又爆的嘞。然后你跟我讲你很喜欢的衣服，你是丢嘛？你想办法去补的嘛？除非你没有缝衣绳。那只是说你问到这种脚踏的，就是傻娃娃，傻娃你们不好听，不要落后一点嘛。傻娃觉得脚真的是不要落后，所以我们还有这个生意做。是沙包就好像巨龙魔将真的是跑开了，没有人会来给你买了。原本我们开始就是修理不了了，打算就是修理，我们也没有想到说这个生意在这个市场可以有几大，因为刚开始嘛，所以我们唯一办法就是修理了。后来租了这个店，是心想是修理罢了，没有想卖车子的。坐下，顾客就讲：“这什么你修车子，这么你不卖车子呢？那你卖车子，我一定跟你拿的，因为你会修车子嘛。”然后我们新开始，我们还买了四架车子，上四架了。只跟人家买四架车子来卖吧，摆在这边嘛，因为本钱嘛，都是讲是没有本钱去开始这个生意的。然后四架又很快，不一下就卖完了啦，啊，然后我们就一次比一次多，一次比一次多，很多个牌子就是慢慢加，加到今天这样为止。过不是年档，是过十年了，我们还找到那几家。我们也不是刻地去找了，因为我们平时都有去钢工找那种修理缝衣车的，然后有而遇到那种人，就是说，哎呀，我以前年已经有那种已经不可以用了啦，他讲你要嘛便宜卖给你啦，他们就是当烂铁啦，啊，拆到完，然后我们就一样抱回去啦，然后生锈都慢慢去刷到它，做到它可以用为止啦，哦，差很远，以前的车子第一它品质好。第二声音又，第三它可以车喷的，第四它可以用摩托很耐的，所以这几样东西要广备现在的车子啦。现在车子不是做不到，但是就是你不满意啊，很多什么色人啊，有时候外劳人啊，台湾人啊，香港人啊，鬼佬啊，很多过都是客地跑来拍相片的，还有的问要不要卖那些。只是你是讲这个车子呢，现在在中国来讲呢，也是差不多可以讲75%要淘汰了的。你讲用脚踩的，华人在用车子，不是说他们没有用，只是很多家庭华人都有车子，但是他们就是没有用。因为以前我都跟你讲，以前他们有嫁妆嘛，所以每个人嫁妆有，然后他娶了太太又不会用，所以就是送到了就是放一边了，然后有的就是坏了。但是又找不到人家修理了，所以他们又放在一边了。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就说我们有缝衣绳，但是烂的话他们也不是丢的，他们是拿去外面给人家补，因为太太不会用嘛。太太以前没有教到，父母没有教到嘛。但你讲是老一代的，大部分都是会的。我所知道是说，因为我们广北这边跟 KL 来讲啦 ，KL 跟差不多讲是可以当淘汰啦。但是你讲住家来讲呢，还是那种钢崩呢，还是有的，不是说没有。但是广北这边呢，就是说这边的数量讲卖车子小车用脚踩啦，还是这边比较够力的。他们马来人的家，目前我们所所谓啦，这是一个港风啦，比如说他有100家里面啦，他们的真车最少有130家啦。我们门面，我们每一年，你看我们这样多人，我们门面每一天每个月所卖都整百家。你看不要讲买车子的人啦，你讲修理车子的人。我们整天都有人修理车子啊，他最重要还是他了，他愿意要站进来这个公司嘛？是啊，愿意要站在这个公司，我们也是方向给他们去做的。但是就是说，他不愿意讲，我也不勉强啊。因为怎么？因为我们交这么多土地啊，就是说让我们的土地去发挥，就是这样啦。因为改车的事我们也看不到了，只是说，而你是说他喜欢，他愿意站进这间公司。我们也是培养他的，我们也是培养，因为我们花了这么多心血在这些公司啊。